7:23，早安气象时间。昨天有些地方雨势确实下得还蛮大的。那么更进一步的气象资讯，我们要来请教慧仙。像今天的天气啊，会不会跟昨天类似？还有呢，当然就是大家很关注的这个周末烤肉，天气上要注意哪些事情？好，各位早安，观众朋友们大家早。那么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下礼拜就是中秋节，可不可以烤肉跟赏月呢？我们可以比较笃定的是，在南部地区天气感受应该会蛮不错的，不过北部地区的话就要是接下来备避加它的路径来做判断。那么先来看到现在整个环境上来说呢，台湾处于在一个大低压带的环境，所以不太稳定。那么今天虽然是因为 TD15 逐渐的远离我们，所以整体的水汽都偏少，不过局部地区感受还是蛮热的。现在呢，热带系统也持续的在发展当中，预估下礼拜还会有两个台风生成。那么来看到现在在预估，我们看到在整个洋面上其实信风都是增强的，尤其我们看到在下周中秋节这一天的时候，贝碧加它虽然已经抵达到了大陆这边，但是还有两个低压或者到时候可能变成台风或热带低压正在发展当中。那么刚提到信风增强，主要呢信风是什么呢？它就是指说啊，副热带高压在赤道侧旁边的东风遇上了比较强的夏季风，也因此就导致了整个季风槽它的对流发展非常的旺盛。而至于说季风槽是什么呢？我们称呼它叫做台风的温床，因为它主要是透过西南季风加上说呢，在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南侧偏东风造成一个逆时针的环境，因此呢，整个环境上就比较有利于热带系统的发展了。所以我们就看到现在生成的轻度台风贝碧加，目前来看它整个路径上会往西北方向来前进，预估周末的时候就会影响到琉球地区。短期上来看对我们持续是没有影响的，但还要看后续的发展，而且强度很可能会达到中度台风等级。那么至于今天整体的降雨状况，我们也来看到了今天雨势偏少，不过在东半部山区以及西半部还是会有一些局部性的阵雨，南部地区也有大雨发生的几率。紧接着我们看到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整体的水汽又变多，环境上吹东风，东半部地区迎风面会有雨之外，西半部也有雷阵雨。再来看到礼拜六到下礼拜二，环境上处于低压带，所以整体的水汽再度增加，尤其在迎风面水汽上都会比较多，雨势也会变多。至于高温方面来看到，今天主要呢感受上还是蛮热的，33到35度，局部地区会达到36度，特别在双北地区、台东、台南都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那么最后就要来跟您提醒了，今天贝碧加已经生成了之外呢 ，TD15 逐渐的远离，所以感受上今天天气状况还蛮不错的。不过在感受上不错之外，闷热还是会有，所以适时的补充水分，小心中暑咯。那么未来一周来说，天气感受还是会比较不稳定，所以外出最好都还要带伞。以上是这一节的气象资讯。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